哈喽，我是石邦学。这个电压表装哪边？目测的话，哦，我是感觉增多开头这个所在，但是这边习惯是水温表了。然后目前的看看的话是这边呢，啊，再来就是这边呢，但是这样看来足奇怪，啊，这嘛看无，这啦，这边可以，哎，这袂歹哦，哎呦，这都在拍在拍看电压，啊，这边的话，因为这个你弄进去的时候，这个空间还稍微不足，还要挖洞。来，我们来模拟一下这边。哎呦，这袂歹哦。但是我感觉这样才想做开关好。啊，你若讲直接劈落去时，佫有电压在跳。啊，这嘛奥多麦在起来的时阵，还能看到不错。啊，你如果在这边，两个是对称，一个是电压，我是感觉这较顺啦，嘛唔知呢。我想一下，决定好就坐这边。不，我刚想想这好啦，因为这种物件平常时也无啥咧看无，让它一个整体性很像飞机啦。开始啦，随便说明胶，瞬间撕开。应该是贴这大别和谁？拔起来，不是叫你乌龟翘。接下来模拟骑乘视角，安尼咧骑，硬坐就好了。这旁边有这个斜坡，不晓得是要安尼，无多出出好了。因为这边还要打一个洞，大概是这个样子的，是不错。但是那车头在弯，还是要注意。哎呀，主风啊，搁下骹。这样比较刚好，无你啊以后速度哦，时速加到300几时才拄会主风着。但是这样再看它就不够翘了。啊，如果换来这边呢？哇，伫遮，哎，未歹哦，安尼较水，安尼较水哦，这边比较好。我看者，安尼咧骑啊，但是这样呢，上面有东西看起来就很奇怪，因为如果这样两边是要对称的，就歹抉择。我咧看是伫遮个，我现在以后若无迄落，再搁袂晓再搁改得个。打洞是要怎么打咧？这几个位置就是遮，打洞打在这边，人两只手真的是完全不够用。我这手完全无够用啦。好啦，大概在这边啦。这落铁头都要修理好呢，袂啊。人算不如天算，好了，我要紧了，这样啊，甲挂落去，真正有够歹用的呢。洞打好之后，哦，这个我们就穿过去了，希望能顺利了。小我想按，好，搓，瞬间换姿势，换来这边。看似简单，拍这钱还拍着烦呢。要真人哇，拍这个拍得好爽，蚊子叮得好爽哦。好，安尼粘的，我拍这伤过。哎，还可以的。这种我感觉要用水控，无我嘛粘袂掉。应该可以的。这所在落一个小可伤低的，哎呦，搁粘袂掉呢。不简单哦。好，接下来这个线我们要开始来配了。我这就简单了，接上这个，然后这个再配就很简单哦。我们先穿一个这个哦东西进去，这个也是，手丢穿。那我们这个皮先把它弄起来，啊，基本上这个东西哦就是慢工出细活。顶盖一边夹夹线的哦，那个工具是算还可以，但是伊迄个啥手感用起来嘛是感觉无讲介辣手。哦，这个好，把它焊接焊接接完毕哦。做这个东西真的是看似简单，再弄的话很麻烦哦。哦，恁娘这个叫小做包皮啊掉的啦，所以这文章写咧拍这真正。真饱是安尼，你现在煞根本哪够起个？好，无紧啊，白龙学直播时阵，就爱嘛是爱稍微咆哮一下，有无？好，好了，这个纱裤吼，我们把它穿进去。哎，这个穿无穿吼，瞬间好了，看一下穿纱裤个，伊这正常都爱穿落啊，但是因为这个它是哦细胶的，它基本上它在穿还比较有韧性，所以我就是。哦，等一下，就
就先上后续才带膜，带膜不带膜，不带膜多500，这全部是带膜，膜带上了。好，瞬间哦，这个模组化我们就是哦，可以这样哦，直接插进去。哎，靠，这个套啊，叫砂锅挂两顶哎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套啊，再拔一个出来好了。所以砂锅不是每次都要挂两顶，有时候挂一顶就好了。好，好，砂锅弄好了，哦，正极、负极，然后哦，这正极的部分一样哦。萨克，那又赚到一个萨克啦。哦，萨克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再近一点来看萨克的金刚组合。金刚组合，好，要启动啊！哦，来哦，瞬间哦，我记这是哪绿色的？哎，水，哦，够赞的啦！哦，再辛苦也值得，增加了对啊啦，够笑到的啦！哦，过来，过一届哦，真正有抽到。模拟这样在骑摩托车的时候，哎、欸、啊，可以看得到，安尼塞，水，哦，有够完美的啦。然后我们要来哦，其他点灯了哦，哇。够少条的呢，哦对对，哦够少条的，哎呀，这个风扇还袂行，奇怪，这是迄落，这个风扇要走不走的，啊，这叫老的呢，好不管啦，哦，这真正叫做迄个啥，那个。摩托车当成飞机载改了，真正呢？来哦，飞行机搁要起飞啊、哦！飞行机起飞，有够笑到的，敢那赞尔。然后确认到这个角度，我们现在再打开，哦，哦可以。哎，这所在有哦，这所在稍微安尼粗粗哦，这样是刚刚好。然后这个距离这样是 OK 的，哦，敢那赞尔。好，关掉。好，啊这边我们就把它竖线起来就好了。最后这个缝隙我们用这个填起来，我来稍微哦少部分画蛇添足一下，它基本上一定会掉的，这部可能袂老。我甲补了许个，我甲画蛇添足者，然后这一块补上去，真正做画蛇添足哦。好，哦，这就是白龙学之最后画蛇添足。好，然后加顺刷，无这线我去扭着，完成。安尼尾啊，甲切过。哦，水，哦，干阿赞尔。今天就记得订阅白龙学第一教室，看似简单了，但是在拍的过程吼，白龙学谁谁凉吼，但是我刚刚讲成就感，谢谢收看，再见，拜拜。